这个今天因为这个朗朗哥又因故不能参加哈。因故？这怎么说？这叫因私。史上最卑微导演吴彤，场面一。结束了吧？你告诉我们标准答案是什么？对啊，你快。吴彤，没有标准答案。今天你要说不出个一二三，我们就打你八十大板。我让我干爹杀了你。你要不要试一下？使点劲。我来。不算重的。来。我俩的关系，两手。这我干啥了？你们都错了。我。吴彤，痛不痛？是不是他痛？你试一下这个。生命在打。没有没有没有。